啊，这个防雷枪。啊。看看着啊，下雷的。就防身用的。防什么身啊？自己防身用的。挺吓人的，你知道吧？对。后面这个人害怕不害怕？太害怕，太害怕。嗯。太害怕，拿着挺害怕的。你要在路上拿着这个，我们都害怕。不要，要不要？行吧，那等一下再回来再说吧，好吧。那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麻烦，这个能打多少米啊？能打二三十米，就防身，打不了多远的。能打二三十米。它是这个是什么的？有子弹吗？这个你该看一下子弹，好吧？嗯。哦，这是。有卖的呀。哦，就是铁柱子是吧？啊，五金店自行车那个铁柱子。它这个能打伤害力，知道？能把那个鸡能打。把鸡子，嗯，小鸡能打，把小鸡打死，就是说，隔二十米可以把小鸡打死。那大人头不人会疼。你看一下那个，你空一搂一下，它劲儿大不大？这样空着打是没多大劲啊。空着打没多大劲。就这么大的劲。哦。就打过二三十米。防针枪是吧？啊，防针用的。啊。钢珠的。啊。带着好人。好了好了。说办了，挺吓人的，我看那个。他太不敢办了，买，他反身上的，他也不敢买。对。一场人都没。吓人的。吓人的。卖了个枪是吧？卖了个枪。挺吓人的，我靠，在路边这么多卖。